次呢就特别打造出了一个非常重量型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，希望借此告诉大家，哎，不止我们可以听 K-pop， 不止我们可以听 J-pop， 请大家不要忘记陪我们一起长大的是 T-pop。所以呢，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呢，会选用歌曲，来带我们回顾去年2020年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。除此之外呢，在节目的制作播出过程当中，也会导入 AR 跟 VR 的元素，希望呢，节目的整个走向能够更加的科技化，更加的数位化。而且更酷的是，他们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会创作出一首全新的歌曲，听说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90分钟就必须要完成，所以是一个蛮重大的任务，也是一个蛮不可能完成的挑战。究竟我们这个创作者们能不能顺利的完成呢？就让欢迎黄子佼、赵黛希。哇，防疫期间做什么规格啊？来，不啰嗦，先定位拍个照，先定位拍个照。哎呦，今天呢一身红彤彤哦。好 ，OK， 位置 OK，Perfect。那就请你们两位哈，交歌带心，随心所欲摇摆自我。哦，好彩头啦！我们节目的9月5号即将正式的播出，已经让大家期待很久，敲碗敲很久啦。正前方麻烦两位看一下下。哦，就是秀这种活力跟朝气啦，感动感动。来，左手方看一下下。刚提到过后，稍微透过这个剪辑出来的一些花絮，真的是各个不同世代的歌手，你想得到的我们都请得到。好，哪边需要再补一下下的？好好，我们再一轮好了哈，右手边再看一下下。好，还右前方，还右前方，对 ，#T Pop 有他们的手势，我们听大的。我们也只玩大的，所以这一次的节目制作啊、经费啊、阵容各个方面预算无上限。OK， 来，请上麦克风给我们的两位朱启麟呐、啊。哦，哇，好啦，两位帅哥美女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C 周在心，辛苦大家了。有声音吗？哎，不要塞进去。大家久违了，我是黄子佼，还有线上的朋友，终于，因为刚刚看到部分没有戴口罩啊，或是没有隔板，是疫情前升温前录的，没想到录完一集之后就隔了3-4个月，然后变成这样子，真的等了好久，这几个月变化很多，我的徒弟恋爱了，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，我的搭档复合了。害我们以前录的一些东西都不能用了。不好意思。最重要是大家平平安安再次见面，感谢 TVBS 对于这个节目大力的支持。是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节目，你所看到的只是其中一点点比较热闹的场面。嗯，在整个华语音乐，尤其是台湾 T-pop 的资讯整理上面，整个团队是花了很大力气。对，非常的感谢，包括刚刚 Muse 提到创作的重要性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会继续努力把这个节目做到理想中的状态。是，谢谢阿关，没问题，很期待。所以呢，刚刚节目结合了有创作，然后有演唱，有记录，有话题，还有历史。对。哦，所以你现在讲话还 OK 吗？哇，你怎么背得起来？刚刚以上对啊，我们节目的特色，因为我都背不起来，是不是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很久没有出来，现在是猛虎出闸。享受，真的就觉得分分秒秒都不想要把麦克风放下。对啊，五个重点都很重要，没有错啊。因为简单讲就是说，大家知道我很爱音乐嘛，我也很爱做音乐节目嘛。可是这几年我自己没有看到一个理想的状态。对对对。就像1998年，我看不到一个理想的杂志，我就出来办一本 play。自己来。所以母羊座就是冲动嘛，所以燃烧啊，燃烧啊。那还好有文化部，有 Muse， 有所有赞助企业大力的支持。对啊。就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么艰难的使命。那不容易。Muse 啊，文化部这样愿意来帮我们音乐人找舞台，也请各位媒体朋友多多帮我们宣。感谢共鸣啊，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啊！哎，但我刚刚我看一下资料啊，没有，再让他讲两句复合。好啊，复合是吗？这不是有点模糊焦点了吗？不会，我们就喜欢听的啦。现在心情还开心吗？开心啊！愉
快吗？愉快、啊。而且又有新工作，就很开心啊！每天录影录很久，都觉得对甘之如饴。因为大家也知道 ，Eric 在台湾，所以他巴不得每天都来上班。真的，在家也没有人等，加班都 OK 的，要时差就对了。还有时差。前两天录到半夜两点多，已经好久没有录到半夜两点多了，不管有没有疫情都是，所以我们工作团队非常非常的幸运，今天真的是满满的感谢。我觉得是因为分外珍惜这样子的合作跟工作机会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乔哥，听说你还身兼主持人之外，你还是制作人哦？没有啦，我其实就是一个画修的啦，真正还是有很多厉害的团队在帮我们执行。是是是。那因为在这次我们包括开会，大家也看到会议很复杂。对。最主要是我不希望很多过去台湾所创造出来的华语历史经典被遗忘。因此，团队不断的去思考怎么样去穿针引线。对。所以刚刚你看到，比如说从五间琴的小赖。到五等奖的小虎蔡小虎都来了，都会出现在这个节目哦，懂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。那很感谢我的团队们，真的像我的知己一样，都知道我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要什么。那整个电视台真的动起来，你刚看到那个，对呀、啊，不容易耶，摄像机呀，我们要对那些位置，这个比起一般节目录制起来是相当相当困难的。对，谢谢，再次谢谢了啊。满满的感谢 啊！其实我刚刚正想说，其实我觉得焦哥你要适时支持我，因为我会讲不完。哦，你今天就是在演奔奔放是不是？三个月前带薪，没有放。我其实我通常是在旁边听，见过就是了。带薪，对，带薪的角度是因为我是好像音乐的老顽童，对。他呢就像一个就是说对这个行业很好奇，就他提出来的问题有时候很新鲜啊，你懂吗？就我的题目就比较老派，但是会突然间插一个就是。我都不会想到的，看节目就知道，犀利。所以两个人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撞击了。我刚正想问戴欣说，其实我知道你们两个人搭档是这个去年的新北花的叶岱城，对。但是我想说，哇塞，戴欣应该有受到了很强烈的冲击吧？因为焦哥会让你又惊又喜，对，喜的是他老经验嘛，他老经验，跟着他走，你就觉得说，OK， 很在状态内，什么都包了，对，就超放心。惊的是，他有时候会突然丢一些奇怪的东西出来。对，真的，因为焦哥不喜欢事前 re 稿的。有一次，我就是一开始我去找他 re 稿，然后他就说啊，就这样啊，没什么好 re， 你要台上直接来。然后我第一次上大舞台，我觉得焦哥很确定嘛，他超有自信的，所以我觉得好吧，那既然你这么放心，那我也 OK， 那就这样。真的哦，所以我们蛮感谢焦哥的嘛。其实那时候你知道台上那样子。很哪样子，就那样子吗？有啊，反正就是我觉得焦哥很会带领，然后他的问题什么拿捏都非常恰到好处，然后又可以把整个场面搞得非常欢乐，所以我觉得很棒，很开心。了解，所以这次这个可以再次的合作，在默契方面就是感觉就更上一层楼喽。前面有准备过。哦，了解。所以焦哥，我刚才听说节目有个厉害的创举是要。写出一首歌啊，90分钟完成。对，因为多数的节目在播完之后，好像就结束了，好像昙花一现就拜拜了。可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一季呢，每一集都留下一首歌。啊，这个歌也不是说在节目里面90分钟写完就算，最后还要办一个验收的 live 表演，然后呢还要拜托 Muse 的帮我们上架，所以这些歌是会留下来的，对，他们一直留在歌坛里面。这就是最好玩的地方，也让很多新一代的创作者也许没有机会到 TVBS 来录影，但怎么样也可以发挥他们的创作才能有个舞台，就是对有个舞台，尤其很多幕后的人都很厉害，都是很年轻的，没错，这是一个算是节目的延伸就不要让他播完就没了那种感觉，真的节目播完就还是有个音乐的资产可以留下来，让大家可以继续的做收藏。所以焦哥，你有寄养吗？我第一集就是创作者，就是你刚影片看到，第一集就是刚刚 Muse 的长官有提到说，每一个创作者在做完这个歌之后，都发现预算不够，然后想把它做好，对不对？我那集也是，我们那首我跟蒋龙宗老师录完之后，再进去录，发现还要弦乐，还要和音。我跟蒋龙宗老师多花了6位数，自己掏腰包来补这首歌，真的很伟大。特别讲这段跟 TVBS 报告一下。总经理请了，因为总经理不知道这个事儿。我们另外又贴了
哎，算了。你用威秀的小红包啦、啊！不用，因为我们都希望这个歌它不是在节目里唱完嘛，对，它还要上架，真的要丢出去，所以不能随便做。跟大家想象说啊，在节目里弹一下唱一下没事了，不是，它要真的录好咪好，然后找美国的弦乐，足足又花了6个亿。是专业版本的，专业版本的，上了台。对，不能输给周星哲。对，我知道，焦哥就是这种无数的个性，一玩就玩大的啦。玩大的，听大的也要玩大的。听大的玩大的，没在怕的啦。一定要。对，所以我们希望那个27亿的那位朋友，如果刚好会的话，拿点零头出来赞助我们，我们会很感谢。真的，我会很感谢。哎，但是泰兴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在焦哥创作期间，你有去稍微跟他？我有去坦白，因为是第一集，然后第一首我们节目创作出来的歌，然后我就有去探焦哥跟蒋亚中老师的班。哇，我一走进去，我一推开那个门，我真的好想退出去，里面超级高压，压力超大的，因为他们要在限时90分钟之内创作一首歌。然后两个人就是感觉都想跟我讲话，然后对，我就进去送点吃的，送点喝的。但是我稍微听到他们在创作的一些旋律，我就已经觉得超棒的，非常厉害，就觉得说留下深刻印象，就是真的是感觉就是一个畅销金曲，破亿神曲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我们节目每一集创作出来的。你这个就火花，你知道一首歌要破亿有多难？没有几个华语歌手破亿的。那你知道我听过吗？我这首歌要破亿只有一个方法，怎么样？就是挂在周星哲的 YT 里面。然后歌手写 Eric， 旁边放一个假的创作歌手，钓鱼，真的。我对自己有信心，但我对他更有信心。说出了不小心内心真实的 OS 啦。对啦，我想说你面对那种创作歌手的焦虑，应该有心得啦。反正焦虑非常棒。不要再逼他，不要再挖洞了。没有啦，我是真心的，那个旋律真的很洗脑，很好听，所以大家期待一下第一集的播出。带薪挂波景推荐，所以呢，请大家期待第一集的播出。不过你们两位今天来，好像也是有准备了一些不一样的材料。不能说上才艺，就是诚意很足。好玩啦，因为这个大家真的太久没有出来玩了，所以我们就想说改造一个歌，把它符合更像 Hashtag K-pop 的精神，那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歌，也提醒大家原来我们台湾创作出这么多厉害的歌曲。对，所以我们来制造一下 K-pop 吧。制造一下，所以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所以我们就马上。上架麻烦，算是新的，改人家的麻烦。是，好吧，那就残念。今天听完之后，算是说，耳边留下一个珍贵的资产财。对，暖身一下的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后面可是有评审的哦，有大魔王等级的人哦。他想说，两个人在我前面唱这个制造 T-pop， 谁啊？他要来好好的评断一下你们唱的。郑中基哦。陈慧琳嘛，你五仔娘又恰出来啊！啊，我林桂英来啊！欢迎王敖！哎，你来啊！好了，不要吵架！好了，马上欢迎这个今天的主考官要来考考你们，听大的能不能顺利过关？欢迎 B 书记！哇，谢谢 B， 谢谢 B，来，欢迎啊！来，你的点在那边呢。我们这样穿的好像要新北耶诞哦。没说好的哈。红配绿。对呀、啊。对，我今天好有活力的感觉。我也穿绿色。欢迎 B， 谢谢你来。谢谢。B， 你看这疫情，自己的演唱会都办不了，还要帮我们捧场。但你还没来我们节目你要不要来？要不要来？要啊！什么时候？想好啊，你讲好哪一天有空啊？什么？你看你们这些人，都叫欺骗我们。你不要逼歌手，我以后跟经纪人啊。9月底，你应该是9月了，对不对？9月份，9月一定要来，好不好？啊，9月一定要来。好，我。不敢，对啊，不想多签，就是两波。不是，他既然都来了，我不发通告，我干嘛呢？九月哦。等你啊。他的麦克风怪怪的啦。没有，要插进去。对，你要有声音吗？有声音。要不要？来，好，欢迎一只。好，谢谢 B。来。换一只，来这只。九月见哦。试试看。好，谢谢。OK。敲定。所以敲了个通告之余呢 ，B 今天来的任务没有那么简单哦，他、要考验你们两个人呢、啊。哦。对，所以 B 主考官请就主考官的位置。好的。这边。对。
啊，因为他有那个魔鬼主题啦。搞这么对，对你刚刚拿出来了，我没有录这个节目啊，你不是很久没有办记者会了，一定要办那么长吗？对啊，就是很多啦，难得我们出来嘛。把这三个月没办的梗都用进来，是用完，好，来并。那两位知道怎么玩吗？对，讲一下游戏我不用解释。你说，就是我讲提示给两位，就是一首歌的歌词啊，对，就是一首歌里面的其中一个对，重要的一句话，我提示就对了，然后就要猜歌。OK， 对，好，第一题是，第一题，你的泪不停流，你的泪不停流，这首歌应该是慢歌。超红，婴儿出生都会唱。太多了，这歌怎么可能起得？有没有一点？这是华语乐坛的经典，经典，经典。唱歌的人跟字母有关系。我知道。一二三，请作答。转身之后。啊耶！你自己的歌。对。是第一题就给自己。不是你一讲经典，我就往凤飞飞那里去了。你要说这算是中生代的一个代表作。好，那算你厉害。十年有成，所以有答对吗？答对，答对。之后，转身之后，对，第一题得分啦，厉害。哎，所以这个歌真的很好听，你要唱个两句吗？在我转身之后，你却又抱着我。耶，好听好听啦！九月份一定要来哈，九月份一定要来。好，第二题。第二题，活出不同摇滚的姿态，活出不同摇滚的姿态，这感觉认全广，你们别的提示这太快，别的 hint 啊，演唱者是我的女神徐若瑄，是什么歌？不是什么，我一直欠她一个牌局。因为他很喜欢 Vivian 嘛，对，就是说要早一天认识交流一下，结果这一欠就欠了三五年，孩子都大了。你都还有他现在他现在没时间打牌。我跟 D 姐有约了。哦，你们有约哦，那就约了。私下有交流了啦。来，所以这个歌是徐若瑄吗？是，对的。什么歌呢？什么歌？活出摇滚的姿态哦。他算是新歌，他算是新歌歌。嗯。那个叫什么？不是，那个甩。哎，他好像提示的非常好，好像在那边游走，肢体在说。没错，答对，甩。对，甩。还有第三题吗？有，还有。你下次那个题目稍微做好看一点。就 A 四纸这样撕几张这样。他们预算都拿去做你们的 AR 跟 VR 了。对不起啊。对啊。好，第三个什么？第三题其实非常的短，但是很简单。哦、我觉得戴是一点子吧。哦。怎么？这送分吧，也太瞧不起我，也不出哪一点题目。怎么了？是吧？没错。耶！要。果然是天天都在听啊。这大家都在听、啊。耳朵旁边 live 的版本哦。排行榜爆，所以第三题是怎么了？周星哲，周星哲的歌哦，周星哲好棒棒哦！下题，周星哲会来你们节目吗？以现在状况，周星驰可能还发一点，一复合之后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敢说。没有，期待在 waiting list 上面。好 ，B 最后一题吗？好，最后一题。好，也是非常短的，十万，听说万芳姐去 KTV 一定要点这首、我知道，焦哥你不知道的是吗？你一定没有看我们制作单位认真制作出来的宣传影片。你说 YT 那些影片素材，对，什么？因为万芳姐有受访，说她去 KTV 里面最喜欢唱一首歌叫做。糟糕，就是微丢哦，微丢咋办？偷这我当然知道，但我以为是说他得金曲奖有奖金十万，对，我也是这么以为，听陈长讲，不是，那是万芳姐最。你会这个歌微丢咋办？是很老的歌哎，万芳那个时代的。对啊，不是我时代。你会唱吗？但我特别有去听。来，他那首歌几乎不用唱了，几乎是用演。不对嘴哦，来，不用对嘴。他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。
十万块摕来，老婆，四公妹来。哎、欸，我讲对了吗？对了，四公妹台语。哇塞，这国语比毕书尽还烂，然后台语比毕书尽的国语还烂。跟你知道我在说哪一句吧？對對對我不知道，因为一般我们唱的这首歌都是讲到最后那个怒火，咋敢哭？咋敢哭？咋敢哭？那边是最经典的，是闭一眼摸一样。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对，咋敢哭？咋朋友在 KTV 最爱的歌是 Video 咋办哭，对呀、啊，都咋办哭，咋办哭，对，所以毕业可以学一下了，演唱会上可以用吗？好，这首歌啦，会很有效果，不适合他了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反差一下，还有再来，没有了，没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四题，对，四题出完了啦，那评分一下这个主持人队的表现，很厉害，果然是，对，果然是什么，很厉害，出来。很厉害的音乐人之余，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主持人。哦，几个月不见又退步了，很懂 T-pop。对，谢谢你。九月的聊聊天来上节目啦，对，大家唱唱歌、聊聊天，感觉很开心。所以呢，大魔王主考官四题算是顺利达阵过关。顺利，哎。哎，可是 B 你有带礼物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好，这份礼物呢，麻烦男士要回避一下。来，这份礼物我不能看了。这份礼物跟我要转去哪里？你要自己往那个角落生物往边缘去，边缘人，边缘人。所以 B 你有准备礼物？对。我们请工作人员带出礼物。哦，来来来，这份礼物。哦，哎，什么东西耶？必很用心准备。对对对，所以要麻烦带进牙膏开吗？两位一起开好，两位一起开好。好好，来，一二三，哦，哎，好，昭哥你可以回来了。可以回来了，你可以转过来看了。哎呦，这是给你的惊喜。必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米糕。米糕？哇，这米糕蛋糕是吧？嗯嗯。对哦，长得很面熟，是不是？哇，谢谢谢谢，哇，这个很哎，对呀、啊，这个米糕好像是大稻埕的一家名店哦，该不会是右边那个招牌吧？哎，对呀、啊，这种想要骗我有容易吗？你家一糖棒放在那儿，我丈母娘的店，这招牌我化成灰我都认得。完美食，可是他都没有做过那么大的耶。为了你呀、啊！哇，谢谢、啊、谢谢丈母娘，谢谢，感动。所以娶老婆要娶会做蛋糕的妈妈。办记者会都有自己人可以捧场。真的，谢谢婉婉。送来这个米糕有一些吉祥的话要说。对，寓意是什么？是步步高升，然后希望啊 TikTok 可以寿事长虹。谢谢，谢谢寓意。以后你如果还有需要满月礼的话，麻烦定一下，我们满。是。而且这一次真的啦，丈母娘送提供五份，要提供给节目做抽奖。哦，是。对对对，所以届时这个大家密切锁定你们的脸书粉丝专页，就可以获得这个婉婉亲自制作健康不甜腻的 V 哥。谢谢。对对对，谢谢。这也是一个很那个符合我们 T 化的象征，对不对？嗯，台式。台式风格，台湾味，台式的感觉，赞。那拍个照吧，做个纪念，不然做的那么大，平常都是做那个杯子小的，对。好，来，我们三个人拍个照，来大米糕拿起来吗？很重，因为婉婉都是货真价实，但我把车子先推走喽。好，来 ，OK， 谢谢，应该让焦哥拿吧，你别退场啊。好，来。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 B， 也特别的制作带来这个非常棒的婉婉美食挂波景制作的好吃米糕，放大尺寸，超大米糕，也像 B 说的一样，希望节目的播出能够呢步步高升，好彩头，节目收视创长虹，非常酷哦！谢谢，来，我们米糕请退下。好哦，但焦哥，你知道我们真的太久没有办记者会了，后面还有东西要做，因为焦哥真的很辛苦，还有主持人身兼制作人，是平常工作分，没，很开心了。那还有什么？还有 B， 你还有一个 B 的礼物，这是跟长虹用我的转身之后，哦，改了一些一点点，改歌词啊。跟我们学我们的歌，
真的很用心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要 OK， 要卷出来，卷出来，卷出来，对对对对，很长，我都还没看到啊，搞一个那么长的，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藏头诗，哦来，所以 B 可以念一下，戴欣看得到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要唱的，我可以用唱的，哦，对，要送。跟教哥一起唱一下。不要不要，跟你唱歌谁倒霉了？谁给你唱谁倒霉？不会啊，很简单。怎么会唱？好，嗯。我们闯捉借口，你大声赞美我。听音乐以后，潮流歌曲浸在体泡中，大明星的好歌。你的心在转流，的确忘不了，就只能说话语乐突破穿高峰。哇，好好听哦！哎，比原版的好听哎，唱词。好，以后你就改唱这个版了。好，谢谢。重点是唱头诗了。我们听大的，我们听大的，请大家密切收听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但是进行到这里，你们都没有发现我的巧思吧？其实刚刚制造 T-pop 里面有把周兴哲三个字放在里面，我都一直没讲。你看到现在没有人发现？没有吧？进信场呀，周而复始，还有音乐哲学。都不知道，所以刚刚有彩蛋在里面。对，哇，真的，这个是大家都不知道的，所以新闻稿里面没写嘛，因为他们没跟他们讲。了解，谢谢你 B， 谢谢 B 做了这么大的长头是要拍个照了。哎呦，有当然，对，来，戴欣，过去，一起，那麦克风再收一下下。大的 #hashtag T-pop， 我们听大的，9月5号晚上正式进行播出，请大家密切锁定。耶、yeah ！哇，太赞了！好 ，OK 吗？谢谢，来，我们把这个挂轴可先收起来。感谢。那最后，今天呢 ，B 来这边哈，停留这么久的时间，也唱歌，也出考题，也送礼物。那跟大家聊一下嘛，你疫情期间是不是写了很多歌？有写很多，然后也是快要完新的专辑。所以也希望，在 #hashtag T-pop 里面可以有机会可以演唱。哦，然后也听说，就是90分钟也要创作，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。嗯，然后我也想试试看。对，哇，好啊，欢迎啊！自己报名。但是我刚刚讲过，如果预算不够，你要自己补。我补了6位数哦，请拿出来编曲。真的没问题啊，热爱音乐的心啊。Yeah. 他话已经说出口，不能改。自己挖洞。对，他刚刚脸色微微一变，但没有关系。B， 我们相信你90分钟可以写出一首非常棒的歌。我觉得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。那要不要利用这机会给一些这个创作者们一些经验，给一些技巧方面的提醒也好啊，创作方面的提醒。灵感来了就写下来了，灵感来就录下来了，我觉得是没有很难。嗯，所以教哥也是这么觉得吗？对呀、啊，其实写歌不是时间的问题，是当下的一些灵感啊，甚至是灵动啊。然后你有没有去感受生活？从身边的故事，你眼前所看到的环境发生的不管开心的或难受的，把它放在心里。我想这是创作者最需要的元素，就是好好过日子。嗯。观察生活变成文字写进到你的旋律跟歌词当中，所以我很期待这个戴欣呢将来没关系创作营我不参加不要再逼我了，不要这么妄自菲薄的话，你也可以写出很棒的词。他们两个他说创作很简单，没什么难的，真是不太理解继续努力就是了啦。好，那现在这个感谢 B 来参加我们这个开播记者会，送上一个最棒的祝福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请这三位台上没有任何礼物的这个之下呢，我们来拍一张大合照，好不好？来，麦克风收一下。好，那这边我们是戴欣可以站中间吗？哦，女生站中间这样子，然后呢，两边男生两侧互花。对，好 ，OK， 这个位置可以。
我们就谢谢丽今天的特别出席，也提到了最新的专辑呢，哎，现在感觉呢已经蓄势待发，也请大家期待，希望九月份啊找我经纪人悄悄通告，真有机会呢可以让这个 B 呢也来上上教哥跟戴欣的节目 Hashtag T-POP 我们听大的。好，三位来合照一下之后呢，我们要欢迎这今天呢出席记者会的所有贵宾们，等一下呢到场上来一起跟我们拍一张大合照。好，正前方麻烦三位看一下下，对，比出我们这个定番的 T logo Hashtag T-POP。 好，左手方麻烦，谢谢。好，必创佳绩啦，有必的祝福，节目播出呢绝对会步步高升，也有这个台式蛋糕，必胜必胜。好，三位再留步一下下，我们再邀请贵宾们上来，来拍个大合照好吗？好的，来邀请我们这个 TVBS 的刘总经理，麻烦台上请。 Muse 的蔡总经理也欢迎您一起加入，立总监麻烦也台上一起来加入我们合照的阵容当中。最后呢，来邀请这个 Dr. Care， 欢迎我们的杜总经理，也请您台上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。Sunhor， 我们的苏经理，好，请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。OK， 请大家也密切留意九月五号起每周日晚上八点钟 ，#T Pop 我们听到的 YouTube 频道。以及 My Video 进行强力首播，来比出我们的 T logo， 左手边、中间，以及九月十二号呢，礼拜天晚上八点钟锁定 TVBS 欢乐台42频道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可以麻烦大家，我们口罩先拿下来一下下，好不好？让大家可以拍一张没有口罩的好看的照片。好，我们呢在 OK， 焦哥只是小爱心手势，小爱心手势，谢谢。OK， 感谢大家。九月五号 YouTube 频道 My Video 平台，九月十二 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九月十九 TVBS Asia 频道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台上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谢谢我们的总经理们，收看这个非常非常优质用心制作的好节目，请大家多多的支持。